大家好，每一次到这个观光区的时候，总是会有看见别人在给人家这个画像，在这里，然后当然他们有，你可以都是尽量把这个客人画得很美。其实做父母亲的，我们也是在无形中，然后在画我们的孩子。我们如何称赞孩子，不是说是用说假的，而是我们诚心的在描述孩子是多么的善良，多么的美丽，多么的讨人喜欢，多么的是神所喜悦的孩子。自然他们在相片，在他们的最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们对自己就有一个美好的形象。许多的父母很不聪明，不明智的常常讲说，你这个人这样子傻，你这样子怎么会有人喜欢。我们都是用负面的话语使得我们的孩子他们有不良善的这个自我形象。亲爱的父母亲，你是怎么样描述、化成你孩子他们的自尊呢？